多年未为之啊，是不是存在个名字？太弟简单小问就讲开了。按、啊、你平常讲十太弟子，讲释迦牟尼佛有十太弟子，你还会经常讲是不是存在？那平常讲十太弟子系哪十位呢？平常讲该十太弟子啊，第一就是沙利佛，第二目犍连，第三摩诃迦耶，第四就是阿那律。我尿了头，第五是释菩提，释菩提了不要么？第六富了那，富了那你多少年子？富了那了不要么？还有法法经常有。第七假善人，就是人们看的摩诃假善人。第八有薄利，有薄利了不要么？第九罗侯罗，第十阿难陀，要不就是覆盖十太弟子。那么十太弟子当中呢？两十六尊者里面呢，有七位：释菩提、富留那、有波利，两三位啊，也经文好么？啊，那么两位十六尊者呢，是属于阿弥陀经的特殊的唐宗的上述，所以讲话，什么十六尊者？后面一句话是总结：以是等诸胎梯子的总结。散文中第一敏锐朴素，第二表微贪得，第三列双数名，列双数名先列名后总结，前面十六位尊者就是列名啊，以是等主胎弟子的地方就是总结，总结双数名是啊，以是指法词，指上面装罗刹利佛，以是跳到阿耨罗陀也十六位。等下等于其他摩列名出来的，前一百五十年当中还有真多摩列名出来的，又还有其他的比丘中也还挺多摩列名出来的，所以用一个等式来规范包含在内，讲的统统都是佛的太弟子啊，主宰多也不予支持啊，不止了十六位，前一百五十年其实还有真多比丘中，所以是主啊，千多佛的太弟子比丘中，散文中所该为谈佛说阿弥陀经。弟子两上怎样蛮解释呢？还在文字界哈，我看着吃的落台的来啊，吃的弟没兄弟的兄弟的弟吗？兄弟的弟哈，字唔多来吗？哦，弟子落台的来啊，这就变成吃的啦。哦，那你要平东人吼，五中还讲话，沿路台个拉一个笋呢，这个特别是带着四川，是双胞人，也该发毛糖习惯。啊，不过四川人讲是啊，路上无有半数黑的平东乡下个出家人，个年纪出家，所以广西多点个南部个发，粗粗汤唔是啊，几十个连台鼓啊，沿路台个拉下来。我嘛，你就还比如讲，莲台姑娘孙来了嘞，刚好莲台姑不过三十岁，是不是？我想佮无赖，我有孙嘞啊，很奇怪咯，无赖我有孙嘞啊。尽管见面个无赖我有孙嘞啊，有从这出讲，有无赖我有孙嘞。唔止讲话要平东人啊，那个对于那个露台跟赖啊，哦，安尼孙嘞嘛，一样啊，都还唔晓得，后来才明白。那么以这那个文字讲呢，就是吃的，吃的啊。露台啊，各个来啊，那么都是属于是的。看到那个梯子量的是啊，毛公飞讲啊，哟干嘛？亚露台跟来干嘛？我那吃的，哼，昨天被摸你解释，按解释都错误了，唔错了。昨晚个时间嘛，你会不会按多吃的？前一半是会吃的不得了了哦，没有那个意思啊。你看梯子啊，就是土梯的意思。啊，我哋一般嘅习惯讲就是门徒啦，土梯啦，啊，土梯怎么讲？那梯字呢？梯后嘅意思，学菜时候一梯，字呢成长嘅意思，改穷时生一字，啊，梯字两个是按嚟解释，学菜时候一梯，改穷时生一字。我们所学的呀，都是在时装的后面上，属于后壁啊。做梯子的人都是时装的后壁，学
我所有嘅学问学识都是从实战嘅学来嘅，是实战嘅后边在学菜时候，啊，你按照 T 就是后嘅意思啊，后边啊呢，是呢，改从实生一字，我所了解嘅佛法，所了解嘅道理，都是从实战嘅边学来嘅，改从实生，啊，你按照字啊，所了解嘅道理从实战嘅边升起来。三位明白，所以是改穷实生一字，所以学菜时候改穷实生，按照那梯子，没落台的来哈、哦，就是梯子啊，就会门徒、门神、土地啊，我讲通通都是家门里佛的梯子，通通都是家门里佛的梯子，太赞美的意思，赞叹呀都。读在佛的弟子当中呢，都是非常有德有好啊，去优秀的弟子，就称为太弟子啊。比如讲啊，你世间人啊，对几个师长、神几个徒弟讲，人家国舅啊啊，比如讲啊，人家徒弟尊称讲人家国舅啊。我家叫暗疮咩？叫疮疮都国舅，没疮叫啦，疮叫国舅啊，没那个意思。那国舅呢，就讲人家国啊，去国贵的梯子啊，去外去优秀的梯子，才称为国舅。现在两位陈梯子、太梯子，就是讲嘛，也太也是国的意思哦，也覆盖梯子啊，统统都按优秀。得好讲究，以前呀，通通都是真俄罗汉国的上门梯子，和称为太梯子，唔系一位进道进道，和称为主太梯子。多两位位置，就是上文中讲的，啊，人太中同文有三摊，第一上文中，上文中多两位讲的啊，下面听你菩萨中，要讲菩萨中，大家都跑得出，喺我上都唔是看见啦，啊，但冇可能见闻啊，啊，哈怕唔是讲可能去又搵款唔出，那么如果是要看见闻呢，即刻注意啊。宾主菩萨摩诃萨，文殊师利法王子，阿逸陀菩萨，乾陀诃提菩萨，上进进菩萨，以师等主太菩萨。两句叹文啊，就是听你菩萨众，菩萨众，意思就系讲，我们尊者接受经常，接受了个阿弥陀经的时节，如果我唔但听系啊，就必受众上门弟子做个堂，还有真多菩萨做个堂，太菩萨做个堂，所以讲，宾主菩萨摩诃萨，宾就是 keep 的意思，宾 keep。啊，讲唔等嘅有一条上文中所嘅堂，边接还有真多菩萨所嘅堂啊，菩萨也唔是一位，所以称为主菩萨，主一样是多意思啊。菩萨是简称，印度话嘅简略，就是菩提萨埵，心经方嘅菩提萨埵，就是印度话嘅原文，叫做称作菩提萨埵。中国人喜欢简略。所以把菩提萨埵啊，要去提示老导师，简称为菩萨。菩萨就是菩提萨埵的简称。他俩还印度话，菩提萨埵翻成中国话的意思啊，我那各有情，各是各物，有情就会众生，所以求于很多太脱心神求众生，心于很多各有情。讲菩萨众人含起众生，他只已经各物。老外的肉托凡夫蛮有感悟的某种样，肉托凡夫啊还迷失某觉，所以迷失的众生，菩萨已经感悟，所以称为感悟的有情啊。一个菩萨如果详细解释呢，可以用四力、利他、四他两力解释啊。各有情用四力讲，讲菩萨以自家本身已经感悟，虽然也是有情众生。但其本身已经讲悟，所以是讲有情，要用实力讲。而菩萨是以前各国后讲，以十各国十名叫突发众生。菩萨的目标呢，就是发菩提心，行菩萨，托度众生啊。将嘛以自家讲悟的脱离了教众生，教导众生以修行，是讲悟一切有情啊，是众生讲悟。那么那个有情呢，就是指其他一切众生。
唔系指菩萨本身啦。咁菩萨阿度示意即众生降恩，所以叫做降友情，阿度若利他降。若使他量力嘅时呢，降是佛上求太降，上求佛陀嘅太降。国就自佛有情之众生，哈发一切众生的有情，所以菩萨呢上求佛陀求太国，哈发有情托众生，我们国有情你要施他用力讲啊，也就是菩萨的意义啊。菩萨一个是不止一个脱离啊，往往人们误会说哦，个相求的菩萨，比如看到凡是相啊啊，比如讲，无论是神像、佛像、菩萨像，以及立成菩萨，其实个错误，该唔错啊。有人啊，把个上方也要成为个上方菩萨啊，土地八公也嘛个土地八公菩萨啊，其实该唔错。菩萨比天都次利利他行菩萨都称为菩萨，上方土地及末法菩提心不能成菩萨。